迎大家收睇 U Food 食食攻略，我是食食特工 Rachel。今次介绍几间露天餐厅，同大家一起唞下气。首先嚟到铜锣湾呢间好开扬嘅西餐厅，餐厅露天区域可以饱览到维港海景，而店铺有多款 CP 值好高嘅 fusion 菜。首先有呢个波士顿龙虾煎面，试下个龙虾先。很大牙又鲜甜喎。个面配埋龙虾汤食，味道仲浓郁。而火焰卤水五花腩卖相都好吸引，淡淡酒香好嘢味。推介芝士焗蚝，蚝肉鲜甜。牛魔王就要试埋呢个黄牛塔塔啦。至于其他菜式都值得一试。之后嚟到西贡呢个户外烧烤场，大家可以坐在这个很浪漫的玻璃屋里面，边看海景边烧嘢食，亦都可以去户外区吹吹风。至于食物是无限时任饮任食，鸡翼、西冷、金沙骨等肉类、蔬菜、水果通通都有，加钱仲可以烧埋时令海鲜，海鲜大大份，而且好新鲜添。最后有这间位于大埔过万尺的庭园餐厅，户外地区装潢优美，客人可以很舒服地坐在凉亭和小木屋度 high tea。 餐厅提供多款小食和主菜，味道都不错的，吃饱还可以在花园度行下打下卡。想知更多 click 入内文看详情啦。 YooFood